牌照。我女儿那个办签证已经10多年，但我想请台长看一下，90年女的嘛。还有那个灵性在他身上筑巢了，已经，哎呦，哎现呦，在在三院个小灵性哦，找他找的灵脑性子不是不是？好，他们现在有一个灵性到两个灵性在控制他的脑子啊，还有一个灵性在损害他的腿呀、脚哎啊，呦！他的脚不好，经常要抽筋啊，哦，对对对，而且以后还会瘸，走路会有一点点瘸，听得懂吗？是有缺，是有缺。看见了你不说的啦？非常对，非说的常非常对。对。自己要懂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知些都道，是报应啊！你赶紧要念经啊，念小房我子，知让道，我他知能够道。超脱的呀！你别看他脑子不好，神经病，我告诉你，实际上他就是有一点点看得见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是哦，他是看得见哦，他经啊，常跟我说哟，看见了吧？真的台上说的非常对哟，对对我对，告诉你，你现在能够让女儿活着，已经是菩萨保佑了。真的是菩萨保佑我，几次都是那个整个自杀哟，去全是菩年萨对保佑，啊，去年有点对对差对，点自杀成功，你说的非常对哟，是菩萨保佑哦，啊，你现在是知道菩就萨好保佑的，好，了，好台好长，念经，非常感恩你，感恩啊，菩萨。